魂人死得很痛苦。换一张，不太想要，说实话。换一张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这波不知道能不能赢啊，看看能不能赢啊、哦、能赢的话我们就给这个猴给他拿着，赢不了那就算了吧。哎，有戏呀、啊、有戏有戏啊，这威打不过蜘蛛，没戏。我准备好了，看来是没戏。寒冷吧。噔噔噔噔，暴击了有一下，那个被爆了一下鸡，哎呀，我的腰啊！我感觉我这套的应该给黄人好了。其实我这把前期本可以连胜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确定自己的阵容就没升级，我升级就可以连胜。目前的阵容啊不太知道到底玩什么，90滴血差不多了，把连胜啊给他打上去，开始连胜。现在拿什么装备这是一个问题。哎呀，他也没天选呢，关键是他也不给刷第二个了，就给刷了一个就不刷了，也不知道玩啥。直接三国，三国可太垃圾了，不玩。我一玩三国，哎呀，你根本不会玩三国，又演卡特。我拿个大剑吧，都能用。
我到现在都没明白他到底三国要养啥。我不能理解，我根本不知道。真的，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玩三国他到底想养啥。养禁服，我没有禁服。哎，最有意思的是我没有禁服，我们递不着禁服，他没有。难道我一级就开始养禁服吗？不对吧，养不了吧，一级咱养不了那禁服吧，这我没办法吧。正在觅食，连胜上等级抢禁服，那没有咋办啊？没有就等死啊。抱寒冷吧，算了，包底儿撇了吧，卡钱了。哎，你这是玩什么呢？这挺难受啊。刚卖卡牌，哎，来了一个。我前期这么多月神拿了，他也不给我月神，白打。刺客派克也没用啊，刺客派克也不是猩红的，还。我这现在都没法撇。我都不知道到底我是猎人呢、啊、我是月神猎呀，我还是玩个明咒劫呀，还是我打后期整狐狸呀，你这哎呀，给这玩意儿给的，算了，铁我们就此放弃。二杠六马上三杠一，三杠一三杠二之前不来个费留斯或者是塞拉斯我们就直接拉倒，或者是皎月我们直接就撤，搞不动了，整不动了，我们直接就拉倒不玩了，撤退。你现在给来个皎月，你说我是不玩皎月了？来个吴亦凡，来个皎月天选，来个塞拉斯天选，漂亮！下波三杠二啊，三杠二之前要是没有的话，月神咱就不玩了，啊，月神咱就不玩了，咱就撤，这就玩不动了，这。最后等你一波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等我无法忍耐你的时候啊，忍无可忍的时候你会后悔的。
赢了，我阵容都没换，居然赢了，可想而知我们运气其实不太好，对吧？月神明咒吴亦凡，那也得有吴亦凡呢。哎呀，这他妈给个三国猛将还，哎呀，我天！这不给人打工呢吗？三国猛将。就玩三国啊，就玩三国。我不想玩行不行？我能不玩不？我能不能不玩？算了，我们跟着发牌员一直走吧，拉倒吧。天要我亡，我也不得不亡啊。三国连分儿都不配吃，那有点过分了，还没到分儿都不配吃的那种地步吧。按他意思来吧。这装备我也不好合呀。别刮了，不要再刮了。三国谁谁呢？不管卡特。狐狸来了，狐狸来了也要不了了，拿都拿了。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拿都拿了，那还能怎么办呢？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转转个鸡巴毛，还转呢？还转啊？我都装备都拿完了，还转，还让我转，你可拉倒吧，你别在这瞎指挥了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行不行？我能不能求求你了？像点人吧，还让转呢。三国这个质量指定是不行。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正在觅食。给个卡特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人有点多呀，这看看啊。
包女儿魏黄子刀锋，黄子撇了，升级吧，地丸就没了呀，不会地丸的那得留点钱呢。现在卡特 buff 没攒起来你知道吧，前期没有卡特 buff 没攒起来，不算太厉害。不行，我把这巨杀给他，我觉得行，我把这巨杀给他。卡特，我要让这些家猫，我不想要这些包女儿，他上不去，你给点别的行不行？魔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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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抗。正在觅食。赵信先下了吧，搜个二星卡特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，我卡住了。我准备好了。这才是一个差的部分吧。我决定无尽配青雨了，这。我需要来一个卡特，底下的位置也得串一串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需要二星卡特，往这边戳可以。哎，可以，这一个卡特就能用了，剩下的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剩下的一会儿再说，一会儿上个老母狙不行。九，下轮给九块，我们可以递两下。交给我了。正在觅食。包底差一个，盖底差一个，位差俩，刀锋差一个。这家应该是干不过，马上出位。别这样，过分了。
拿个大树吧，正好上个村哥。反甲有了，为啥要上反甲呀？盖伦C呀，我给上个村哥不挺好的吗？别给位啊，别给位，别给位，我受不了这刺激。还没满 buff 呢，152、156 buff 没满。这波不用着急地，这是加福星啊，我这一看呢，这难道说是福星吗？真的是福星哎！他叫什么？他叫下棋有就行。哇，五福星，五福临门呐、啊，兄弟啊！世界名画没有老母鸡。哎呀，哎呀，漂亮！可算给我来一个东西呀、啊，像个人了啊，像人了。我们可以上老母居加进夫，下边给9块，第一下吧。刚宗今天好像很弱。差钱了怎么办？阿卡丽撇了，让积木给我致盲了，好渣！现在全是这玩意儿了，你怎么？你说你们没有天选，你们老玩啥呢？啊、哦，有，他有塞拉斯天选，那能玩。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抓。挺上牌呀，升级，升级上头猪，把 buff 叠满，快快快，把 buff 叠满。现在已经打击了，也没铲子，也没有腰带，应该是费点劲了，随便给点吧，最好能给个水银。这玩意儿呢没啥用啊，buff 满呗，16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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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毒，一个刀锋。我不要那位，我要刀锋，行不行？我能允许要个刀锋不？我请求要一个刀锋。给我整了个赵信。哎呀，赵信呐、啊，赵信、啊。这啥玩意儿了啊？这是莫干包女能双杀？完了，兄弟们，一旦我们啊把钱全给递没，那就完了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知道吧，一旦我们把钱全部递没以后，
就有点完了，就啊，千万别地没。蓝刀装备给进能不能玩？不太好玩吧？这玩意儿呢就碰运气阵容，扎死他！哎，扎！漂亮！就是我们用自己的血来耗死他们。你信哥这把就不要了，不行就。这一轮我们锁一手啊，锁一手。因为如果一会儿给我们来个小旗儿啊，这我们还能玩，还可以玩，小旗儿可以给一手，看给不给那小旗儿了。得，这吴亦凡谁也杀不了。哎呀，漂亮，宝女！我打过月神烈了。哎呀，我操，漂亮！有小旗儿没？没有小旗儿啊？没有旗儿咋整啊？蓝 buff 也没了。卡特来个这个吧。哎，盖伦现在拿一个这个，哎，哎，这怎么没有一个能拿的东西呢？啊，怎么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能拿的东西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那石像鬼好啊，石像鬼打这种猎人好打，给盖伦上石像鬼。这地板呢？有位没？赵信也不用要了，这赵信上也没用了，不要了。卡特位置不错，砸这个，哎，上银口找射击，我觉得我的钱还不配上这个人口，我就把那胃跟那老母鸡都递出来得了。你觉得我这钱配上人口吗？你还让我上人口，我这上人口上一半死了，我上人口钱就全白花。别给那赵信了行不行，给头猪，要么就给个胃，我还最起码我提点质量还能。我要上一颗，我得攒40块钱。我这血基本上也就三轮吧，不算太多，也不算太少，三轮。这不是传说中的福星吗？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是要三星进夫吗？这是。还好这把有个福星给我垫底儿，兄弟们。
挺好。这把有个福星跟我在这垫底儿，六福星，枭雄霸王，斗士加神色。哎呦我操！我把卡特卖了，这装备必须得卖卡特。直接卖，正义之手有了，水银有了，这个给包女儿吧。我知道没 buff， 所以让他上去攒一轮嘛。三国就这点不好，给头老母驹，给个位，千万不要连个屁都没有，行不行？给个屁吧，行不行？给个屁吧，我要一个屁，可以，给了一个屁，不错啊，给老母驹上个春哥，这样能放出来个大。这个龙爪可以给盖伦，这个给这个，中间放上这个包女，左右一上，换个位置可以。盖伦别看戏，他这劫两星去世。哎呦，我这一看我可能要吃分呐，我这可能要吃分呐，我这一看呐，不敢担呐，蓝脸汉呐，先不地了，拿个射题升级，这位我也递不来，不要，要吃分呢，148160，赵信的报复，赵信没有位置了。没有九三国要赵信干嘛呢？不是不是，让人干了。刀锋如果能放来技能，还行。行，没事。虽然他很猛，但是我们吃到分了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来递个位。好的，我已经无欲无求了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我转儿，这波卡特没带回血，炸！哦，差一点点，300滴血，是时候给他整一个这玩意儿了。难道说要第二名了？这样
怎么就前三了？怎么那就前三了呀？他这个幽弥吹的是我哪个人呢？吹的是我卡特吗？刚才吹卡特没吹起来，对不对？是吹的卡特吧？行，是卡特就行。我们不看他站位了，我们就抽他。给我抡了一波空，抡空我感觉我也打不过这玩意儿。卡特能回血吗？哎，为什么我那正义之手每一回都不是回血的呀？你不回血这咋赢啊？哎，我们第二名了，可能要啊，把这个杀了，第二名了呀，少一滴血。哎呀，我操，我的老二没了，我服了，差一滴血。